大家好，我是阿宁，我是史莱姆。今天阿史要来打的是连向险恶沼泽，黄昼的巫师超级念一次。连向险恶沼泽，沼泽。我念完全部，连向险恶沼泽，黄昼的巫师超级，重新全部不念了，开始正义集权战的，不管你了。哎，还没介绍我新的一段，我的那个皇后终于进化了，终于进化了。你笑什么？不是你的介绍台词就要没了？什么？我不太懂你说什么。不是啊，你刚刚不是还会介绍队伍吗？队伍，哎，对，我这队的队伍非常特别，按进去了。不过需要解释太多了。就是你看最左边这一队是完全转暗猪队。我们会这样讲，是因为他这个影片是再录版。不要这样讲吧，没有，完全没有。你刚刚怎么了？刚刚没有什么。我不会告诉你啊，刚刚用这一队还死掉，我才不会告诉你。你死在哪里啊？我不会告诉你。我不会告诉你，我以为我没有，我搞错了。刚刚以为我可以撑下一波攻击，我没有想到我选项是不过撑下一波攻击。你说攻击吗？攻击没错。哦，这边讲攻击是？对，我是知道的。你在大陆，现在你讲错，不是我讲错吧？哎、欸，大家观众可能不知道，在大陆啊这边不是讲攻击的，是攻击，攻击，攻击。对。哦。好好，晚餐时间到了。晚餐时间到了，看不到这边，刚好看不到，录音还看不到。哎、欸，你现在切了这一对非常特别，就是我刚刚还没介绍完，就是天蝎可以把那个，不太懂怎么解释，你来讲。刚刚解释的很棒啊，你怎么现在不会解释？我不知道，刚才我有解析吗？就天蝎配合申公豹啊，就是一波大爆发嘛，那个号令，然后那个什么暗狗暗犬再配摩羊，也是一波。大爆发，所以是非常多波波，但是他刚刚在技能全部都有的情况下还死掉。对，就是以为。然后这一队很明显是暗猪会非常的强。对啊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天降非常的多，在不需要的时候。OK， 好，恢复了。所以不需要的时候天降非常非常的多，那需要的时候就没有天降。对，我感觉是因为阿林的关系。阿林是谁？阿林。你看，我故意把那个，故意把时间拖很长，然后就没伤害了。对，哇，有没有很厉害？好厉害哦！是不是很会操控？好会操控哦！是不是很会用？好强，好强，是不是？哦，很厉害，是不是？哦，不想理你。六空哦，你看一看，那个力度把握的刚刚好，哎，再讲一次这句话，力度把握的刚刚好、啊，我讲错吗？我讲错了吗？没有，没事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还没选好技能。没关系，你就打吧。不行，第五回合了。你又不需要用到皇后，你是伪王才用到皇后，不是吗？但是也不行吧？攻击吧，攻击，攻击。我不跟卷太久，用这一队真是压力非常的大的感觉。你要死了、欸、怎么办？我死了。我开一下技能，天蝎吧。安全了，安全干加。安全感觉比较好，他的祝福比较多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这样够不够呢？超好转的好不好？你现在我知道，我在想两组够不够？两组够啊！哇、哦，天降哦，是可以呢。哎、我刚刚好哎，没有天降你就死了。没有没有，不会，应该刚刚好够。没有，你刚刚那魔镜王后的攻击特别强。好了、啊，这边我有洗好这个技能，应该不需要洗吧？这是一般转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反正你伪王也不用靠近的了。哦，靠！哇，海天降一组不要秒啊！怎么讲？没有，你这一队本来就会按天降增加。OK OK， 刚刚已经怎么办？哎、欸，你 C 四哎，也太强了吧 ！C 四我死亡都可以过，好不好 ？So lucky， 你刚死亡死了几次啊？死亡没有啊？好，这边要想一想怎么转。一回没差吧？我把没有瞄准住，这个死掉。可以啊，看这脚吗？怎么弯转？对，看你转怎么弯转的。我为什么把我圣珠给吃掉？你留木珠就是为了要那个吗？就为了可以，不要太多，就不要太多。你知道留木珠？你搞什么留木珠？没有，就太多。没有，没有，太多暗珠不行。不要解释，不用。我现在先留一下，我先开。不用，你就把木珠消掉嘛，等一下就一波带走了、啊。什么消掉？木珠不用了，木珠的火珠感觉用不到了。什么啦？好，你转你的，你转你的。我在想，我在看你什么技能。
天蝎加申公豹好不好？应该够吧？我想一下，其实直接看摩羊就好了，我感觉看不可以多一点。你开摩羊，你没有？你这回合要开魔女吗？嗯，你这回合要开魔女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开魔女的话，你就大爆发了。对啊，但是我怕珠子太多不好转。谁叫你那个火珠跟木珠流成这样子，水珠也流了一大堆。故意的，最好是故意的。你去消杂珠嘛，这回合消杂珠。不消杂珠，消杂珠干嘛？消杂珠啦。不绕。不绕是什么东西？不绕。你看，好没有力了。好吧，我来看看。哼，就没有怎样啊？这一个随便转的好，是不是？有点紧张哦，第一次镜头面前开这技能，有点紧张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只有太多了。喂喂，不要这样！还好，还好，十秒，十秒比较多啊。还有只有五秒。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, 等一下，这边。3,等一下 ，one， 这样不好吧 ？zero， 还可以收正一下，不行，你那个下面那个三个按住在干嘛？左下角三个按住，你以为你有叠珠吗？完全没有，哇，有叠珠好不好？哇哦，等一下，瞄不到，没有死，为什么没有瞄到啊？奇怪耶，秒掉，你说秒掉还没秒到，秒。还没秒到，秒掉，等一下，秒掉，等一下，这队不是攻击很强吗？为什么没有很强？你刚刚消耗太多时间了。没有啊，刚刚已经很快了，都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你刚刚在那。再一下砸住好了。你刚从四倍降到三倍了，你不要再吵了。这队真是蛮过瘾的，我感觉玩起来，各种意外啊，出现。好，开吧。好了，最后能不能过呢？你要吞石头了吗？不会，才不会。你有吞石头了吗？这一队怎么会吞石头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伤害没了，有啦，只有一滴滴血，怎么会这样？好可怕啊，这一队，这一队真的很可怕。用的不好，是你呀、啊，这么一直骚扰我。我没有骚扰，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早都过了。恭喜你通关连向险恶爪子环旧的巫师超级。对，念一次。这一队应该是我第一次用，所以有点那个。念一次。嗯，好，谢谢大家。念一次，快点啦，快点念一次。哎、欸，升技能喽！哇、哦，好快哦！念一次，那很快满级了。连上前二角折，环咒的巫师翘脊 ，extra， 太厉害是不是？那个张卡叫什么？怎么念？霍博士，霍博士，霍那霍吗？是的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哦，好多、哦。好啦。謝謝三个，有三个灵魂，好多啊！谢谢，好多啊！谢谢收。好，这一队我再念一下，因为这转珠的方法我不太习惯，我再练习一下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喽，拜拜。